次。Watch out! This place is old. Structural integrity might be compromised.应该不会是这里打开吧？还要跑轨道，轨道听起来还可以。那轨道应该都是一条线。车站就是很疯，各种绕都没问题。吓死人了。Isn't that a nice surprise？ 延误通知。哦，不愧是北车，那车车都要延误啊。那还好，以前我不太坐火车啦。那是子弹对。那捷运就没有那个困扰。又是这样啊！啊，几乎都是上。不该聊天的。哦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手速有了，手速有了，就是给他错几次没关系，因为错有一个好处，它就变红，红色的就比较好，快速判断它在哪。We don't know what might happen. 小技巧。Like they used to work here. Let's take a look. Take a look. 有人在吗？嘿。那是里面。Hold on. 正向。刚倒的人。人类的遗体变成奶体吧，都看到这了，总该想到些什么了吧？奶体吧就是人，骷髅兽，哎、欸，还有头，头掉了还要打。I've never seen an AT by use a corpse as its own. We'll probably encounter more of them soon enough. I hope not. 寄生尸体，想得太天真了。噔噔噔噔，开门。快速回去的路。OK， 至少目前他的路有没有，我们都有走到，没有想象中的复杂。他叫我们上去。
崇尚伏击是不是？可以。Eve, I'm picking up a supply signal. Zhong, Zhong 被我推翻了。还是要稍微地毯式的搜索。Eve, oil drums rolling around. 嗨起来，大家！他去吃鸡腿，然后就变身了。就那个炸，我就几乎没怎么炸到。这炸药桶是不是都是来坑的？很可疑耶。Survivors that lived here. 对啊，刚刚写的。I wonder how long it's been since the sound of a piano echoed down this. 差点出事。哎，怎么又有了？炸死你！推过去，推过去！所以他刚那只应该是怎么样？就一直生那个小的。扫描过去，哎，拿什么武器啊你？
钢筋水泥，铁块，太疯了吧！现在又有机器人。它的位置，欸，真的要像我刚刚那样跳过来，过分。This place looks safe. Let's rest for a bit. 哦。休息区，哇，这里的休息区整个感觉很不一样，我也要坐旁边的沙发。是哦，跳两段就可以了。肯定休息，哪次不休？你坐着，坐着，你是恶魔吗？什么东西哦？但我没有捡到了。然后坐着是恶魔。现在又很烦，这里是任务区，然后那边感觉又可以逛，然后又没有地图。哦，之前的路通了过来，啥？那个设计真的是超过分。你应该在最左最右，应该有机会躲掉了。只是就很过分，对啊，你看他铁轨嘛，最左最右就可以，烂透了，嗯。反应外形，哦，外级壳装。提升护盾，更容易完美闪避。哎，算了啊，我那个都惨兮兮，惨兮兮。走，不管。不懂恐惧为何物，获得密码。底下很多怪。